成千如里的啊，好的。
开始进行这样的我们这这就是东西。我从他那我们的祖父他是祖父他祖父他想
人们的文化上面的文化上面的啊，我们要来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这就是不全面的。我相信他的心，他自己，自己，他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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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你们带来的可我们的官员不会喜欢你语言语言给人认识的官员的开始你可以继续你会喜欢吗会喜欢为何喜欢呢这个电视你大脑都会是把钱打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其实跟电视的包括小段好像的问题非常的喜欢。而我们今天的问题又不跟喜欢的不喜欢可能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喜欢的是不是你的脑子里面有
比较容易讲，比较简单，好事的运作这种。第五个思想好像是跟财务的指导有关，它在很多的科目里面，它是一个基本的重要的科目，其实就是这个思想考量。第六个思想是非常有意思，思想考量，基本上原则就是我们的思想考量，主张还是什么东西啊？主张什么？啊，不要选择你。工作人员的正当理由，也就是工作人员的正当理由是什么方式？就这样说的，大部分的情况的话，是主观的，主观的，不是客观的。第二是，那你们开始的时候就讲，因为你想按照自己的规则来做，那么你怎么看？因为你们有这个谈，那就是说，你这个规则的东西，啊，都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就是说起来了，像我们这种一些东西出来，对吧？他就不出来。那么，其他的几个技术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技术出来就是不一样。我的意思讲就是不来有余，我不是做这个事情啊。但是，我经常好像说。如何说这个事情的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武汉有什么事情？没有事情。我们比方说，我们讲的，我不说时间，事情是干嘛的？我们去讲的是因啊，不说时间，事情是干嘛的？啊，我们所谈的不是时代，时代是干嘛的？我们说条件，不是时间，也不是关系，这都是干嘛的？但问题是，问题是什么？现在这个事情。我们有平衡，而不是根据区域啊，不是白话翻译。古人来听不懂，我们的中西方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我们说的是一种知识的语言，而是我们有一种历史的知识，或者是历史的知识，或者历史的知识，它就诞生了。所以这个我们不是中西方的语言，基本的看，但是我们看的是他们的思想。这里面都不能分叉，比方说秦学这个东西，历史不是啊，先秦思想是不是都是孔孟老夫子他们说的？当时的是什么？当时怎么做的？我也不清楚，我没有认识。先秦就是一种谈思想，但是是从孔孟思想开始，历史是孔孟老夫子的发展。我认识的是孔孟。
以为今天是这个我大概是为什么呢？从和这个西方如果不弄死，很多物质的意义本来是可以Thank you.
美女。才能啊，但是文化思考我大只能还是
Ah.
成为这个女孩子。那我想问的就是，就是那个奥运会的方式，就是想一样吗？还是说有些那个不同？我从第一次开始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事谈不上Thank you.
我们在放过，我们做不到放过的时候，啊，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今天又不敢说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说话，是一种自己的表达，自己的状态，也有些啊，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有啊啊，所谓的。成千上Thank you.
咱们这个我们的我无所谓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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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那去啊，就是不满的啊，那个啊，这话还是谁说的？对，我是刚才。
这事情，他就继续把你打完了，或者把自己非常有意思，谢谢。主张还是啊，啊，
不能啊。我们从照顾女孩眉毛，后来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的标准就是
对，我是普通台。所以我们以广东的我是保持但是更少可能
的粉丝团队，他们三个人，然后就三个人，我就自己去搞，然后就把中国公司，我从他那儿。的祝福他是这个东西他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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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想破掉它，不想破掉它。我们的文化是靠传承的，啊，我们要软实力。
从来没有过。发现张国荣的眉毛，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啊，我怎么喜欢可以去？我这文革体系，我当时。我们家人这种经验是成天是
所以我说，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是啊，好的东西，好的东西，想啊，我们怎么知道？三个呢，就是新手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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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第五个思想好像是
资产卖掉。那么知道为什么我的意思讲就是鱼，不然有鱼，但是不是不能吃鱼啊？但是我经常怀疑说，认他的但是大家知道，好像是如何。心情不是我们老中华话的但是不是这个时候但是在法国也不清楚我没有这个心情二日报，我说好啊，他宽容你，宽容我。啊，这不能随便加的，这二日报报的，他前面四个，后面叫。轮到我这样就是好那这么简单啊因为他们是说是把这个中国的而且是这个就是造成啊安东陈先生，这个我听得你，哎，大概是，不要说话啊，这真是反感的啊，这个。
在西方人啊，是吧？很多物质固然是可以啊，我们说Thank you.